ごめんなさい。晚安。どれだっけ、最近ゲットしたの。これじゃなくて、これだ。晚安。レックン晚安、サリュー晚安。夜蘭人気晚安。小峰晚安，九代晚安。喵，混战一觉了。晚安。刘海变长了，好久不见。陆可要不要记得宣传 TIF？ TIF？ 等一下哦，什么 TIF？ 明天就要公演，对啊，超快的，怎么办？好紧张哦。TIF 就只有表演影片而已。TIF 你跟小晴子宣有影片的样子，你们怎么知道的？晚安，梦涵晚安，吐司晚安，真的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凤姐走开，官方公告在哪边？因为最近太多公告了，我不知道。怎么这么多公告啊？TIF 的公告哦。啊！谁？小豆。欢迎收看 TIF 的公告。TP 自己还没，而且还撞公演。凤姐不要挡我开路卡，凤姐挡我，我看一下啊、哦。AK Pro TM Team TPA 有写，不是，这是去年的，这个吗 ？TIFRG Tour， 哪边有我们的名字？凤姐走开，6月11号，我找不到哎、欸。右下角应该没有，应该有吧？右下角 ，and more 吗？笑死，哪边呢、啊？我找不到哎、欸，我再找一下 T I F。是 IG 还是 FB 公告的图片右下角没有吗？没有啊，礼拜三的，昨天的那个对不对？都是日本人欸， Twitter 有，所以你们是在 Twitter 看到的吗？我好像是在脸书看到，我真的找不到，走开啦。封疆，别人贴给我的，等一下，哇，要是哪一种封疆？他的尾巴变成你的围巾，再找一下 ，T， 啊，走开。TIF， 哎哟，走开啦！而且我完全不知道那天有谁，哎哟。TIF， 有，9个小时前，只是这个是不是脸书是 Twitter， 对，推特的，我差点以为要梦幻共演，不过上面的是 TV 播放，
录影画面可能又是公演片段吧，我不知道哎、欸，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对，大家要记得看一下哦。原来有小晴跟子萱，我真的现在才知道。我只知道，我被说可能那天就是帮我留一下时间，对。或者还没吃肉泥。脸书的 TIF Tokyo， 哦，那我刚刚看到的是 TIF 啊，什么 Asia 亚洲，要800日元。花生为了这个消息，现在已经飞去日本，是这样吗？线上票是500，那你们可以一起看。说实话，谢谢阿比的剧情哦，好可爱哦，怎么变成这样？就是出现的也太短了吧？你一定会看吗？好，那就期待一下吧。谢谢我们关灯，新的比较可爱吗？谢谢送我音效卡。有很多日本地下团，这通常都是给地下团表演吧。Echo 晚安，对不起，刚刚因为有点忙，所以没念到晚安。大家晚安，混讲晚安。嗯，问题是要叫什么外送来吃？什么意思？混讲，混呛，混呛。许佳琪，我也会看的，边看边吃。来，不讲了耶，不过一点，过来了。我不知道影片，可是我发现，啊，不讲吻我。哦，6月11号晚上哦，难怪都是 P 组的成员，我现在才懂。对啊，反正就是那天晚上应该有事要做。过来，而且十二我也看不到你。什么？我明天要去看你耶、可是不是放录音段，我不知道哎、我讲，我看不到留言。你要坐不要坐那里啦，这里好不好？嗯，高高一点。后遗症，这次业配有全身照，有，之后再晚一点再发。没有，就咳嗽而已啦，不要太担心。而且我现在开冷气了，太真的太热。我原本想说洗一下那个滤网吗？再用一下，但是我决定要用，虽然有点想咳嗽。今天那张很适合当做、哦、是吗？那张还好吧？不然你没电风扇，多喝点水。会，我现在要喝了，真的好热。我家最忙呢，最呢。还是没，因为我现在都不会用到这个房间。我现在睡觉都是隔壁。所以我原本睡觉的床现在都是变成放衣服的地方。洛克昨天练习有迟到吗？没有啊，怎么了？会有很多灰尘，直播会用到。不然最近そうね、そう。尺取りたがり猫だからね。还要特别备注那不是屁股。我怕姐姐骂我啊，说这个不行。但是我要讲那是大腿。如果我明天坐 C 排，好幸福哦，蛮前面的耶，期待一下。卢卡喜欢这个月的服装吗？是还好啦，说实话。
卢卡太生鞋太性感已经指定，太开心。那看起来不像屁股吧？啊，那就好。没有迟到，可惜了。听说不是迟到一分就要吃一只虫。哦，对呀、啊，但我吃了三只左右，我觉得没那么，其实没什么味道。羡慕 C 牌，坤坤晚安。明天要穿生日 T 吗？大家都穿什么？我应该都会穿 P 组的 T 恤，我都懒得想穿，就是想要穿什么衣服，嗯，就是刚好，就是第一天穿白色，第二天穿粉红色，吃起来像什么？嗯，就是没什么味道，嗯，的东西。M 先生 C 牌，那请保护好头部。拿手敲灯，我还在等卢卡的小鸡开机舞短片。那是什么？片友吗？发色越来越好看，头发越来越不丁。可是好像已经不会再退了，我觉得已经。好像已经固定了这个颜色。屁也有，布丁头要出来了。对呀、啊。阿瑞晚安 ，A 牌是最前面，对，这样也好看，变布丁头也更开心。新鬼好看吗？还不错啊，就是给小朋友看的，但是，嗯，因为他们用的中文都是。比较简单的中文，所以连我都听得懂。嗯，这是好事。这颜色很显白，没有，其实没有。你实际上看会显黑，很像就是感觉就是南部长大的女生。哎、欸，该怎么讲？应该说很像什么东南亚，很像东南亚人。布丁头会很像我推的那个网红。卢卡第八集看了吗？看了，毕竟给小朋友看，没有很明显的褪色啊。我觉得现在这样很美。Mina 跟我说，你褪色后的颜色比较好看。那刚好我也是南部长大的，开始在南北，那酷哦。我觉得都好看嘞、欸。我是觉得都好看，绿色的话，说实话，一定要好好 set 才会比较好看。如果真的没有 set 的话，很像老魔女，就是万圣节会看到那种。初天我都叫南部，不是在什么南北。那卢卡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布丁头？可能再过了一个月之后去染吧。对啊，因为染这样其实花了快10000块，所以对啊，就如果现在赶快染别的颜色，感觉也有点浪费钱，很贵哈。仕事が忙しくて最近公園とか行けなくなった。早くルカちゃんに会いたいな。私も会いたい。要维持久一点，对，没错。还是能不能只有补这边也是可以啦。很贵齁，因为我染了两次，然后做护发，对，先褪色，就是差不多染这个颜色，然后再做护发，然后再染绿色，对，没错，所以这个其实是褪色前的颜色，哎，不是，先褪完色，然后染绿色前的那个颜色，对，所以现在绿色已经褪了，然后就变成这个颜色。暂时不要换颜色，真的吗？对，但是说实话，确实有些衣服是因为染成这样会比较好看。对，改成挑染。还有我之前剪头发拒绝了设计师的染发推销，改成卢卡身体健康，头发长比较快。哦，是这样吗？是不是超高级的美容院？不是，
不是那种，对，是高，是的，是的，不是那种很便宜很便宜的。不过绿色维持很短，对，绿色推车会变这个颜色。应该说，如果我有先 bleach 染成金色，再染绿色，可能会效果比较好。对，但是我是因为我有烫头发，所以烫头发之后不能，基本上是不能染金色，所以我就只能退到很浅很浅的咖啡色，然后再染绿色这样。大家明天要穿什么呢？生日 T 吧，其他人的话，基本上，洋装也是日本买的吗？有可能哦。好热，不要染头发了。你现在这个颜色超美，绝对不是我在晕，太好了。协 议唇环是吗？我听说我的协议唇环是很差。最近照片都好美，好有气质，开心。髪はね、伸ばしたくないです。私、伸びるのが早すぎて、あんまりすぐの伸び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染头发这么复杂，就是要染浅色的话，像是粉红色啊、绿色啊那种比较特殊的颜色，通常一定会先染成金色，就是把头发的黑色的色素全部都破坏。也是冰吐司，现在用的是美式，是吗？可是你不是很容易流汗，对呀、啊。卢卡这几天都在练习公演吗？对，对，昨天前天都是。双氧水退烧，那是什么？他最近很晕，美国人。想问卢卡表演前会紧张的话都怎么处理？紧张的话吗？只能这样，哎 我都怎么处理啊？吃巧克力，但我以前上就是公演前都会紧张到爆炸，就是很想吐的那种，尤其是 reset 公演的那个，摄影那场，露营场，对对对，真的紧张到不行。所以卢卡后天会开吗？你说礼拜六吗？不会。我下下礼拜再开，好不好？哎，不对，下下礼拜已经决定要开几天。下下下礼拜我可能会开多一点。MC 想好了吗？差不多。你现在还很紧张吗？现在，还是多多少少会了，但是说实话，现在已经不会。因为以前其实我在紧张，是怕我自己跳错，然后怕被老板，然后舞蹈老师看，就怕他们不开心。对，对呀，对，主要是怕跳错。千秋恋热场吗？不是不是，就是没有公没有，就是疫情很严重，然后没有客人，没有观众的那一场，第一次的，对，那时候真的有够紧张。最近比较忙，没关系。下礼拜是什么时候？还是下下礼拜？以前拿过山羊水点伤口。我也好紧张，每次见到你都觉得好紧张。三唱的场呢，还好吧？但我记得 reset 公演那时候真的每次都很紧张。对呀、啊，就是想法变的问题，不用太担心跳错，至少观众都会给你鼓励。对，我后来发现，就是。比起跳错，更重要的是
把自己的能量力量然后 happy 的心给大家，对啊对啊了解，刚好是了解，紧张的时候或是表演的话，你可以先看比你厉害的人的影片但是你一定要你很喜欢的，对，你不是因为 MC 紧张吗？对啊，就现在觉得 MC 讲错好像没关系，好像没关系，对，因为以前都是一字一句都是用脑袋记的，只是最近就不会这样。对，这算是有进步的地方吗？嗯，反正因为以前都在装嘛，也不是在装。以前我想要以前 MC 的时候，我想要讲就是。我想的事情比较多，像是声音可能要高一点，然后要讲慢一点，然后对，然后不能讲错，一字一句都要念清楚，这样。只是现在我是没有在想这些，对，就是要想的事情。就处理一件事情不能想太多，就是应该说对某些事情可能要放弃或是变成不要想也可以做到的程度，才可以不一次不用想太多。比我厉害又要喜欢的，那如果可以录练习影片给我吗？以前是读稿机，对对对，综艺魂藏不住了，是金波，我喜欢你放松一点，开心跟大家玩在一起。对 对, 对，最近比较放松一点，会思考太多，担心太多，对啊，还有那个驼背的问题，就是我真的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 MC 的时候驼背很严重，现在搞不好也很严重，但是那时候被老师骂，所以想的时候一边想对，我要驼，我不能驼背，然后我要讲到大声，我要讲慢一点，然后声音的话可能要用高一点，然后就是什么的要有偶包，然后这边不能念错什么的，就会想很多，真的会很紧张。可是搞的部分我已经放弃了，想说就是有讲到我自己想讲的就好，就算效果没有不好，就要放松一点，对，因为说实话越想越多越紧张，越紧张表现越来越不好，对。夜兔晚安，单程演讲准备，你现在还会背吗？现在吗？现在不会了。对，卢卡以前站姿比较有霸气，哦，是这样吗？对，只是我最近上台的时候，我比较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有没有驼背的样子，对，因为真的太放松，所以我再注意一下，这次我再注意一下好了。没有感觉你有驼背啊？哦，真的吗？其实是有啦，还是有好一点，我也不知道。你看影片不就知道了？我不敢看我自己的影片。我觉得没有驼背啊，真的吗？一开始真的有点严重了，对。那搞不好搞不好有好了一点点。我觉得比以前好多了哦，真的吗？我都深情看着你的脸，没发现。太好了，那大家不要再发现。最近我没有感觉，可能没有吧。啊，那有可能我自己也有注意，还是我都在后排，所以没有注意到。也是有可能的，有自信就比较不会驼背啊，这个确实有可能，对，真的就是害怕的时候人都会就是小小的然后变成这样，就
啊，拜托不要不要不要再看我的那个感觉。上次 MC 我的确都看不到你，就胆大嘛。我可是很严格，我从侧面看过去没有感觉头皮。啊，真的吗？那可能有好了一点点，但实际上是有呢。我再注意一下，你可能在舞台放开之后就不会驼背啊。但是我跳舞的时候，对，之前舞蹈老师跟我说我跳的时候也有驼背，我现在有注意一下，但是还是我看跟其他人的动作比起来，还是就有差，嗯。像是我之前看自己的影片的时候发现，嗯，星期二的黎明，哎，那首歌叫什么？星期二、星期三那首歌，那首歌最后要看看这边，对对对。然后因为我驼背很严重，所以看的时候就是，我发现只有我的脸是往那边，其他人都是很好看的，就是看左边而已。我就是头会故意这样，我都觉得不好看啊。对对对，就是我的驼背有两种，一个是肩膀这样，然后一个是脖子会往前。对，但是这我觉得脖子会往前是因为滑手机的关系，嗯，就发现我的脖子越来越往前了，要往后很难。文明病，对。可是练印度舞步的时候脖子练太多。印度舞步你之前不是说有在调整，最近确实没有在做了。肉感餐厅要缩小吧，啊，对对，而且我看直播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往前越来越往前，然后对，这样其实还好，可是从这边看哇，对，脖子一定要这样，文明病。那个不是颈关节转不过去吗？现在情况现在每个人都会有，对对对，但是确实不好看。像是谁啊？祖祖就完全没什么驼背，就真的很，他的那个肢体真的很好看。对呀，啊，之前健身教练不是有教你哦？对，可是有啦有啦，我想到就会做，可是。还是很难。谢谢祥玉的小号角跟水晶四叶草。祖祖模特有上体台课吗？但我觉得一半应该是遗传。对，每个人的骨架都是从小啊，也有可能他从小就有做那个芭蕾舞，所以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个关系。对，而且我也是，我这种内向的人，我就通常走路的时候都不会就是抬，不会提胸，都会就是这样走路，然后就，体态，想到才会做。那如果站着要会前，什么意思？腰会，什么意思？这样。说这个吗？你有没有看到？喂，是这个吗？路卡都锁起来走路吗？对呀，啊，就驼背，驼背腰会往前凸，什么意思？驼背腰往前，你说这样吗？啊，然后对，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一个动作不是有这个吗？这是什么动作？ Innocence 不是 Innocence， 独自做下一首输光爱情，嘟嘟嘟嘟嘟，输光爱情我已经忘记怎么跳了，怎么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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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不是，噔噔噔噔噔，这话题怎么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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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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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对对噔噔噔，哎，这个噔噔，哎，等一下，噔噔噔噔。
ドゥンドゥンドゥン。え、やばいやばい、本当に忘れた。ドゥ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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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发现其他人都这样，就是这样，只有我会这样，这边凸凸的真的很难看。对，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会，可是这种通常别人告诉我，我才会发现，或是我看自己的跳舞的影片，真的才会发现。啊，时光爱情我真的忘记。习惯性驼背，对，就是这边。我发现我真的习惯锁起来，搞不好你是背肌特别重。卢卡走了都看比特版，你现在输光机。乌达老师白痴哦，每次到输光爱情我都好累。你说你的声音吗？说不定五周年要跳，要赶快复习。五周年，不知道我们这次有没有五周年。对呀、啊，我们五周年是几月的事情？九月吗？还是十月？会有吧？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坏老板就没有五周年吗？我们不知道。九月底吧，哦，九月底哦，因为我也不知道一起生的合约到什么时候，不是一起生啊，对不起，要毕业的他们是什么时候要毕业，所以对我也不知道，再不五周年就看不到全选拔的教练了。没错，卢卡又要开始装了。有成员说五周年还没有消息，是哪一个成员说的？我们上次四周年也是没有什么消息。谢谢 M 先生的戳戳你，怎么办？现在特效都变了是不是？可以讲晚安。这戳戳你感觉就是变成很素。这个抽抽你不好看，现在特效都很难看了。突然蹦出来的周年演唱会，对啊，特效换过一轮，自己抽，觉得新的不好看，越来越廉价的感觉。目前我只有看到抽抽你跟啾啾你，对，好随便的抽，下次换一个，好，期待一下。哎，谢谢送我戳戳你。那迷惘有什么消息吗？听说 Koha Chan 说有趣的事情，哎，搞不好是 TIF 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也知道哦，原来 Koha 也有 TIF。如果是从小就有驼背吗？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已经就有了，只要是走路的时候才能看下面的关系，对呀、啊。然后我也很喜欢翘脚，然后骨盆越来越歪，对。可是那时候我的脖子就还好，就真的只有这边而已。然后现在越来越长大，发现我连脖子也会这样弯前，对，而且弯前都不会觉得怎样，往后会觉得好痛，说不定公布握手会，我也不知道。现在也没有熊抱了，以后我要怎么抱鹿感？真假的熊抱没了。国小就翘脚吗？对，可以去整骨，很舒服。可是很贵，骨盆越来越歪。看来你最近没跳谁的骨盆，对，完全脖子比较长，是吗？没有熊抱了，姑姑。然后我越来越胖了，姑姑。哦，对，我。突然想到，我昨天去宵夜店，什么呆呆，我的骨盆最，哦，那个运动，
你一次去宵夜，就昨天我12点才到家，反正就是想说，因为通常，对，就是昨天培训结束后，我那时候还没吃晚餐，所以就11点多想说哪边有开，然后我去宵夜店，然后那边有卖一些，就是有点像豆浆店了，对，但是也有卖。很像早餐店会卖的东西。你还有车回家？有，还是有了，还是有，只是不是最便宜的路线。对，永和豆浆，不算是。好了，算了算了算了。然后呢，我那时候很想吃起司的东西，什么起司条啊，什么起司球什么的，然后。我看到了有一个东西叫，下面写 cheese， 然后后面写有一个汉字，只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念，我先踩一下哈 ，cheese 蛋饼，我看一下。砖岗，反正我看到起司砖，然后那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还以为是跟起司有关的，结果是吐司。我送出来发现是这是吐司。对，人比人气死人，蛋饼比蛋饼气死蛋饼，对，就是吐司，结果是吐司，太失望。对，因为我以为是起司球什么的，起司条，我以为是什么炸的跟起司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在那边点了煎饺跟起司砖，对，结果没想到拿到的就是吐司，对，吐司跟煎饺要怎么吃？怎么变超胖？结果是吐司，太失望了。嗨，找我吗？你很失望。吐司，拜拜。你可以吃麦当当的那个千丝的起司啊！我有吃，我吃了，我吃了。我吃什么千丝起司汉堡？对，我前天吃那个，然后我今天啊，我昨天吃起司砖。吐司让人失望。笑死，没关系，日本人煎饺会配饭，觉得好吃吗？不会难吃啊，就，但是我吃的时候觉得这个不像宵夜吃的东西，感觉就是早餐吃的。卢卡这礼拜一定练习很多，消耗很多热量，没问题。你以为的起司砖是那个吗？我以为是起司球之类的。你最近很常吃麦当当吗？前天吃而已。然后我是冰旋风 KitKat 的，然后上面写限量加送 什么 KitKat 巧克力，结果我买的时候他们没有给我，对，所以就是觉得感觉少了什么，我觉得一般的 Oreo 的冰旋风比较好吃。你零食吃完了吗？哦，还有很也没有到很多，但还有波江，可爱的，好可爱。那妮妮晚安，刚刚读书忘记你直播了，没事没事，读书加油。那卢卡有吃全家汽水酸麒麟吗？有，很像那个，你们有吃过 Pocky 的冰棒吗 ？Poki 还是 Poxi 忘记了，就是冰有些那种冰棒里面会有。白白的汽水口味的冰淇淋，那个味道，我好难说明哦。对，就是冰棒味。现在还有焦糖味哦，真假的？限量可能送完了啊，有可能。我上礼拜点也说没有，对不起。你啊 ，Pocky 哦。我以为是 Poki， 你吃综合还是单口味？我吃单口味。描述的好具体。咖喱咖喱不是咖喱咖喱根是都是冰块。我画一下好了。
就是有些这种冰棒，然后通常都会包这种，然后这个冰棒里面有些吃一口里面会有白黄色的，黄色还是白色的冰淇淋，好像是香肠口味还是什么的，还是汽水口味，我也不知道。对对对对对，这个的味道，那个酸奇就是这个味道。对，有内馅的冰棒，就是那个味道。不是香肠，香草，香草，百吉布丁冰棒。啊，不是布丁，但是对，应该是百吉，对，应该是香草。我记得叫那个叫 Poki，P O K I， 我找一下 ，P O K I 冰棒，看看有没有。Bion，Bion， 对对对对对，百吉，没错，有点像那个味道。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起汽水比较像苏打，苏打冰棒味，让我想到之前的海鲜冰。如果最喜欢吃超商的什么冰？我想一下，应该我还是最喜欢香草的那种杯子的冰。苏打最近那个谁很熟？苏打不就是汽水？对啦，苏打就是汽水啦。反正我觉得，因为通常那个酸情不是。一支不是45块、49块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吃那个的话，我直接吃这种冰棒。杯子的名字那个吗？是名字吗？嗯，名字也不错啦。应该是有甜筒的那种。那你有拿到贴纸吗？什么贴纸？贴纸。杯子的话，嗯，小美，我不行啊。只是前阵子出小美的那个，跟泡芙公司跟小美合作的那个冰，那个就还可以。有些店有白葡萄跟苏打，全家买冰有送贴纸哦，真的，哦，我是没有拿到啦。小美的香草口味根本不是香草，水族馆的贴纸哦，我没拿到哎。他们搞不好有问我，但是我以为那是什么几点数的那种贴纸，所以我可能说不用。对啊，就是汽水口味看起来很好吃嘛，只是实际上就。不会很难吃，还是好吃的，但是就没有比白葡萄那么好吃。对，白葡萄比较好吃。对，只是外观真的很好看，就蓝色的。对，拍照很适合拿来用拍照。小美是小时候的回忆啊，对，因为但是我小时候没吃小美。你想一下我小时候的回忆是什么呢？小时候的回忆啊，多菠萝吗？多菠萝巧克力是我小时候的回忆。现在是会觉得这根本不是巧克力，但是小时候觉得很好吃。一凡晚安，小美是最经典的，就是小盒香草冰。对对对对对，就我对那个就我很少买那个。白葡萄加汽水听起来说很像香槟，但很少店有。我小时候都吃杜老爷，杜老爷，哦，你说蛋糕口味的吗？那个也不错，大菠萝吗？还是大菠萝？小时候一片10元超划算，对对对对对，小时候10块就可以买巧克力，然后就是小孩子的舌头就。对呀、啊，他们，对呀、啊，就只要是甜的东西都很喜欢。
小时候没什么钱，只能吃大菠萝，大菠萝，大菠萝。你有去全家取货就可以一支九元买冰。哦，大菠萝啊，菠萝好。我喜欢吃那种里面没情人的情人果冰，情人果很好吃。情人果冰我有吃过吗？好像有吃过，只是我比较没印象。哦，谢谢一凡送的香槟，好像我记得好像还不错。现在七有两件冰品抽奖，卢卡有抽到林月吗？我从来没有抽过4.9折以下的，对，真的很少抽到。小孩子最好打发，真的，以前的冰是什么？不到10元，现在都将近20元了。啊，对，现在的冰越来越贵，没错，不管是什么冰都贵了。情人果冰七一就有了。如果小时候就在台湾吗？我4岁来台湾，对，应该是4岁，快5岁的时候。卢卡在台湾的时间比小雨还久，没错。啊，真的，我对，之前我们生日会抽奖的时候，我跟布丁也有讲这个，我在台湾的时间比布丁还久。IKEA 的只要10元，对呀，我来台湾已经23年了耶，23年了，还没，对不起，快23年，那个中奖几率都很低。但至少都会8-9折、7-9折。不要拿便利商店进口贵的，一支冰要100多。百吉的冰棒最有名，难怪你跟我们有一样的回忆。确实，笑死，讲了两，对啊，讲了2年。那你才是台湾的前辈。如果他在台湾的时间都快比我久，是吗？我不用在七一打工，我都叫他给我重抽。100多，然后还没参加活动。对，哎，现在想到就难过。ねぼちゃん，可爱呢，可爱呢。上次看到 D 卡说有人抽到零元被店员按掉，哦，真假的？是不是故意的？那今天有吃什么甜点吗？我想一下哦，今天有吃什么吗？今天我早餐没吃，午餐我吃8叉云集，然后晚餐自己做。那好像没有吃到。啊，我今天吃这个，我今天都在吃这个昆布，酸梅口味的昆布。晚餐就是鸡腿肉煎一煎，然后茶泡饭、鸡蛋、大陆妹、洋葱，对，就这样啊，还有番茄。这是直接吃的吗？对，直接吃的，还不错啦，酸梅口味，梅醋口味，对，还不错，还不错。这算是甜点吗？甜的，对，这是酸的东西。甜的东西我好像今天没吃，臭昆布直接吃也蛮好吃，酸酸的很开胃。但是我说实话我只能吃这种零食的昆布，一般的昆布我真的没办法吃，酸酸的很开胃。想说酸梅口味很少见，这家基本上是卖，这不是原味的，对，昆布汤不行不行，
卢卡不喜欢海带，对，胃口不合吗？我最讨厌的是卤味里面的昆布，就是绑成蝴蝶结的，那是我从幼稚园就不喜欢吃的东西。你是说那种绑结的？对对对对对，没错，只有味噌汤。海带呀，我可以，最近开始可以了。对，新一关东煮的海带吗？我没吃过，就是我们幼稚园就是的午餐是，不是妈妈带来的便当，是他们那边会做的，对。然后有时候那个昆布在里面，然后我真的超级讨厌，但是没有吃完，老师不会让我们走，所以每次有那个昆布的时候，我都真的很烦，一直都没办法吃。然后通常没有吃完的小朋友都被带到别的房间，然后坐在那边，然后他们等我们吃完这样。我觉得幼稚园的东西都不太好吃，哎，对，真的超级不好吃，那是故意的吗？哦，我可以帮你吃，虽然我以前超讨厌，现在还好。哦，真的、哦，脆脆的比较好吃，我觉得竹软的海带口感了，但我还是会吃，那个我也超讨厌，有些的确难吃。从小时小都被叫不能挑食，对，而且我读的幼稚园是算是双语，但是基本上里面的老师，然后煮饭的都是台湾人，然后做饭的是台湾的阿嬷，对，然后我们都不是吃日本料理长大吗？有些日本小朋友，所以就是那些东西。真的不是吃习惯的东西，所以觉得更难吃。对，以前最讨厌，在幼稚园最讨厌就是吃饭时间，先含着出去再吐掉。对，我以前为什么不会做这个？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味道，就是只要是一直在嘴巴里面，我一定会觉得更不行，更会觉得更恶。我也会被一直强制喂讨厌的东西，是不是台湾的教育都是这样？那你举手跟老师说我要打包，故意的笑死。我以前吃饭吃太慢都被关地下室，故意用的很难吃吗？你们幼稚园的时候的学餐吗？算是学那个好吃吗？他想让你训练不要挑食吗？因为都是大锅饭，难吃正常。突然觉得小婴儿吃的卷都很恐怖，因为他们没什么钱，所有东西自然不好吃。同感，幼稚园被逼着吃洋葱。哦，你不喜欢吃洋葱？我都把没吃完的餐盒直接塞进书包。但我觉得当兵的饭最难吃。香叶晚安。台湾人会说日文的吗？一半的老师可以讲日文，对，对，但是我遇到的老师好像都不会讲日文呢。就是我们的院长会很会讲日文，然后有些老师也会，就是看你被分到对谁的班。像是我妹现在中文比我厉害很多，但是她幼稚园的时候，她中文程度比我烂，是因为她刚好遇到的老师都是很会讲日文，对，所以就是自然不太会用到中文。当过兵之后，我什么都吃得下去，要适应不一样的食物真的很难。对呀，我之前会跟朋友说，帮我吃，我给他10元。啊，加迪桑，你好，你好，我幼稚园都半天的，没有午餐。哦，真的、哦？这时候是不是要说小姐你吃青椒？小姐你吃青椒？不是这样，对不起。幼稚园的绿豆汤是我永远的噩梦啊！对，好难喝，那个很难喝，然后里面有一堆很奇怪的东西，什么红很像红色，那
那个叫什么红色的东西，然后很像木耳，但是不是木耳的东西，还是那个是木耳吗？白木耳汤，我的噩梦是白木耳汤，对，那个应该是木耳吧。幼稚园的饭吗？只有一个字形容分。我幼稚园只有早餐哦，你没有早餐呢、哦，还会强迫睡午觉哦，对，对，没错。只是小朋友那时候大家都不喜欢睡午觉，幼稚园早餐都要喝果汁牛奶。那你怎么跟你沟通啊？你说没有，他们也只会用比较简单的中文。对呀、啊，说大家坐下，然后一开始因为里面还有台湾的朋友，然后是可能说大家坐下，然后台湾的小朋友可能先坐。然后其他日本人就是听不懂日本人，就是看着大家发现哦，原来坐下就是要坐椅子的事情，这样然后就慢慢学。小婴儿吃的那个粥，婴儿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幼稚园的中文程度不是这个声线的。我从小就不挑食诶、欸，这部剧。我刚刚是怎么声线？什么样的声线？大家坐下，不是，小朋友大家坐下。不是，我刚好遇到老师不是这样讲话。大家坐下，好的，好难弄。对，我好像刚好遇到的老师都不是这种娃娃音的老师，好像都是比较偏凶的人，对，偏凶的比较多。我记得幼稚园都可以偷亲同学，为什么那时候就不我不亲人？可恶！对啊，确实，只要对方不要觉得不会觉得讨厌就可以。三色豆呢？三色豆不好吃啊，怎么可能，我到现在还是不喜欢。我同学都不喝果汁牛奶，我都喝好几杯，难怪你现在那么高。色素粉胶们真的超恶心，幼稚园的甜汤真的很恶。幼稚园我只期待点心，但幼稚园那时候也有为了面子帮女同学消灭她不喝的绿豆汤。三色豆荧光咖喱我们的咖喱没有三色豆，但是是荧光咖喱，没错，对。可是荧光咖喱已经比其他比昆布好很多了。肉松跟稀饭是我最喜欢的幼稚园早餐。你们有早餐哦？我们是没有早餐。卡妈找你吗？不是，你都遇到这种的。开始喽。哦，对，我想，好想听卢卡的哇呀哇呀哇！准备好了，开始了，在小小的花园里，哇呀哇呀哇！好害羞、哦，哇呀哇呀哇！没有咖喱加三色豆太可怕了。原来大家都是荧光咖喱，我知道我幼稚园喝到咸的绿豆汤，害我对绿豆汤有阴影。阿门克晚安啊，谢谢杰里桑的告白气球，ありがとう。卢卡也录一段呢 ，Suki， 悠悠老师，老师卢卡老师好，老师好，大家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短片刷到花园都觉得很烦。卢卡老师挖一半而已，我不会那个，那个要怎么讲？花园挖会不会出现歌？花园挖歌词，幼稚园老师唱挖土歌。
可能是碰见同学抢我的点心。不行啊，碰见同学，我对这首歌的包容度只剩，因为是卢卡，所以没关系。你要找示范影片吗？不要不要，不用看。卢卡可以来改编版。一晚安，要改什么？我只可能只能改手的动作。卢卡老师只会挖走人家的心，挖心有点可怕。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什么样的种植，开什么？节奏感很差哎。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子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特别大的种子开特别大的花，是这样吗？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小小，然后就是越来越大？宏威晚安，大概是不是饿了？现在确实有点饿，已经变成自由式。我如果看到我幼稚园老师这样，我可能会哭出来。老师好可怕！卢卡老师疯了。卢卡想吃粽子啊？啊，种子啊！我一直念粽子，笑死。种子，卢卡不是才刚吃晚餐，要吃宵夜吗？老师不要吵了，我家可以呢，可不可以呢？端午节快到了，合理。染发卡哇伊 ，Thank you， 老师，我想吃粽子。妙蛙粽子，粽子的话，等等会挖出，这个怎么念？屈原吗？粽子可能只能开出虫虫。喵蛙种子是蒜头吗？你是北部粽还是南部？其实都还不错啦。对，我喜欢花生的。花生有里面有花生，然后有猪肉就可以。老师，我想留级，你可以指导我老师吗？好哦，好像每年都会问一次。我长大后想跟卢卡老师结婚。对不起。水煮花生蛮好吃。卢卡会加酱吗？你说辣的吗？不会。算了，我明天还要考试，不要乱讲话。加油！对对对，不能留级。卢卡有吃过咸粽吗？但是，不是我平常吃的那个不是咸粽吗？卢卡学生时期有没有遇过很帅的男老师？我想一下，很帅的男，哦，简粽是什么？很帅的男老师哦。好像没有哎、欸。老师，希望那时候的男老师没有看我的直播。想跟卢卡老师结婚这件事，我两年前就讲了。我是没有喜欢过老师啊，对，这时代没人吃过简中了吗？结果老师其实是粉丝。对，我是没有喜欢过，我朋友有喜欢过补习班的老师，对，然后喜欢过教练，就是田径队教练这种的，好像就有，可是平常教课的老师他们都年纪差太多，所以，
就对小朋友来说都是我机上了，对，哈哈，那老师是我啦，没喜欢那不是我，希望年纪大的才喜欢被老师吧，喜欢年纪大的才喜欢被老师，什么意思？喜欢年纪大的才喜欢被老师，补习班年纪比较近，对，我喜欢过补习班的助教，哦，是吗？简中是甜甜透明的，啊，就是日本常常卖的。我是没吃过，我多打一个字，补习班老师对学生态度也比较亲切。我也喜欢过助教，哦，大家，哦哦，是因为，助教是不是几乎都是大学生、高中生比较多，跟日本卖的不一样。日本卖的都是甜的，对。怎么常常听到青云说喜欢谁？助教就是原教生而已。了解。我喜欢过的男生好像都是，等一下，年纪差最大的几岁？好像都是五岁以内的样子，对，上下五岁以内。我觉得小孩子的时候，对，小朋友的时候不会喜欢大人啊。有点像安安，卢卡喜欢五岁的，没有。我在当助教的时候，怎么没有学妹喜欢？哎，搞不好有，只是你没发现而已。我也是，我觉得五岁以内还可以，五个月以内 OK 的，五个月当然没问题啊。那我刚好在这区间内，没有，就是那是我的经验而已。对对对对，搞不好未来可能会10岁、20岁是有可能的。我这叫爱要大声说，哎，等等，所以比卢卡小五岁可以吗？小五岁现在，哎，等一下，22岁吗？22岁的男生哦，是不是有点太年轻？我不知道，女生22岁的女生已经算是成熟吗？比21岁的男生成熟了。对，我想一下，等一下，22岁是几岁？大四吗？还是大三？应该还是学生哦。哎呀，我坦荡荡，九代喜欢五岁，差40岁不行，对，也不是不行，也应该说没办法把他当做，一定没办法谈，对，谈恋爱应该是这样吗？我以前当助教，生日的时候还有学妹送我布丁吃，很好啊。可是我是微积分助教，只会被讨厌。不要讨厌。小7岁的女生可以吗？女生吗？女生啊？哎，我20岁原来不行吗？哎，可有那么年轻吗？哎，所以你未来会喜欢小20岁的？我先报警。22岁男生刚大学毕业吧？就大学毕业，大四吧，可能要毕业。现在6月，还是要看人吧，成不成熟跟年纪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啊？对了对了，是没错，对了，对，有些男生22岁就是算是蛮成熟的，可能就是早就出社会什么的。如果差40，那对方很有钱呢？差40岁的话。67吗？很有钱的67岁哦，应该应该是没办法真的爱上对方。小7岁的女生我 OK， 笑死，竟然说 OK。再加一条，差40岁很有钱，而且快要过世了。对呀、啊，可能我们要我们要照顾他们。对，
照顾老人家的心态。我不想要接护，接护感，接护，照护。二十二岁带有大叔的灵魂，不要。我以前觉得我可能喜欢年纪比我大的女生，直到我遇到了你。谢谢阿比的双手比赞。等对方过世就有遗产，然后再去找一个小鲜肉。可是那段期间，我也要一直骗人家，好忍耐呀、啊。但至少有钱了。我想一下，如果我真的快没钱，然后对方真的超爱我，然后说拜托留家结婚结婚结婚，好难哦。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喜欢的男生，可能好难哦。我也不知道，但他寿命剩两年，这个要怎么知道？可以爱对方的钱没问题，爱上对方跟要不要跟他结婚是两回事。哦，也对，不是快过世代表有钱的。发挥卢卡专业，但他在一起，但是没办法爱上他。那如果年龄三十，心理年龄二十五，可以吗？相反是可以。年龄二五，心理年龄三十是可以。颠倒的话就是，不就是外表三十岁，可是对，就是柯南的颠倒，对。希望是相反。我一直以为吐司年纪比我大，感觉会上新闻的故事，他在犹豫了，好难的问题。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老人家不是六十几岁的大叔不可能会喜欢我。你就当在上班。我现在要开始好好赚钱，以后就可以留家结婚结婚。有点心动了，你在犹豫吗？开玩笑的。那跟结婚好吗？结婚结婚结婚，现在开始每天拜托卢卡结婚结婚。但问题还是要先有钱吧。卢卡是喜欢成熟一点的男生，对不对？成熟一点，比起屁孩，当然是喜欢成熟的。只能这样说，卢卡喜欢心理年龄三十，不是就是。对啊，就是三十岁心理认识感觉就很幼稚啊。对啊对啊，心理年龄我希望一定超过自己的年龄，不然他外表是大人，可是其实个性是屁孩，这是最讨厌的东西。外表大叔，内心却是小屁孩，对，这是不行。卢卡反问大家，如果有大四十岁的阿姨，我们能不能接受就可以了。有人会喜欢屁孩吗？比卢卡可爱的阿姨 OK， 我不想努力了。大屁孩我会去考一下，看会不会熟一点。哦，对啊，那对啊，如果你们有一个四十岁的阿姨想跟你结婚，可是她超有钱，你们都可以不用上班的那种程度，对。你们会跟他结婚吗？不要，如果是你四十岁，我可以。如果是卢卡，我可以接受。如果不是卢卡的话呢？最好是二十岁的身体，四十岁的智慧，六十岁的财产。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你是那个四十岁阿姨，我 OK。阿姨，我不想努力了。用阿姨的钱送卢卡火箭，那还是算了吧，除非我没钱。如果他很可爱的话，我可以考虑。
哦，还是要看对方可不可爱，就对了。那个阿姨会很爱我吗？就对啊，那个阿姨可能很爱你。然后她说什么吃每天吃饭啊什么的，然后你做什么，她都 OK， 我帮你出钱什么的。像美风姐是什么？卢卡又不可能带我40岁，可是美风姐不行。好，那个阿姨在哪？感觉卢卡40岁看起来也才30。希望是啦，对，我看起来是为了钱出卖灵魂的人吗？挂好会，如果在美风讲，你可以查一下，年纪很大，但看起来很年轻。查一下，人称美魔女，美风。台湾的美魔女。他哦，他60几哦 ，Oh my god， 那真的60几会这样，真的很厉害。谢谢你的花之精粹，石田百合子，我有想过我可能可以啊，他66，看不出来吧？对。算是看不出来，应该说他身材跟皮肤，身材保持得很非常好。对不起，谢谢送我红玫瑰，大家谢谢 Echo 的红包。雨冠晚安。好好，我也想变成这样的65岁，可是要这样真的很难，也需要很多钱。对，他一定不是，就是开开心心就变成这样的身材，一定是有努力，也有对对对，什么应该什么都有，对，但主要还是需要钱。60岁继续帮你打 call， 卢卡66一定也跟现在一样可爱。你也想变65岁？应该是有医美、运动跟保养，对，应该是都有，对，没错，就是要有钱，然后要努力，就是好好健身，然后饮食习惯可能也就是注意一下，然后睡眠呢、啊，好好睡眠呢、啊，还有什么，好好保养，就是对啊，好好保湿啊什么的。才会可能变成这样。如果80岁很可爱，希望是。我都想不到自己80几岁的时候的样子。如果之后可能30、40岁，卢卡有钱会想做医美吗？不动刀的那种。你说30、40岁吗？其实，女生应该。做这个行业的女生，只要有钱，大家可能会想做。对呀、啊，80几岁继续 I want you， 还是现在就想做了？不动刀的话，其实蛮多人做啊。对呀、啊，像是皮肤的雷射啊，什么那个叫什么蜂巢吗？对，什么的。还有什么？玻尿酸算是整形吗？我不知道。打水光针之类啊？对对对对。你会想动脸还是想动身体多一点？什么意思？动是整形的意思还是？不算吧，微整形。应该不用整了吧？现在这么完美，动等于整形哦。好吧，对呀、啊，先不说 TP 啦，对，只要是做这些行业的女生，基本上都有一定有去过医美诊所。对，
对，就是不管有没有动手，对，就是，对对对，就是皮肤美白啊，美白针啊什么的。谢谢 Leku 一颗星。然后可能毛细孔会消失的那种雷射啊，或是祛斑吗的雷射啊什么的，对。我目前是没做过，所以，对，但是我没做过是因为我没什么钱，我没什么钱啊，雀斑，对对对对对，不过那都好贵。只是很多人是为了自己好看，所以就是对呀，一定要好好付钱，不是好好付钱，好好赚钱，对，因为每天要被人盯着看，要保持完美的状态，真的很辛苦，对，真的很辛苦。有人打玻尿酸而已，连一半就不能动了，哇！卢卡天生离职不需也没有啊，没有。你那么好看，暂时不用什么处理吧。我是没有做过啦，说实话，对。啊，我有做过那个雷射除毛，对。就对，就这个。只是除毛的话，也有就是也有比较便宜的，有分便宜的跟贵的，嗯。普通人压力可能不会那么大，但偶像一定对自己的脸很在乎。对呀，就是因为自己的外表，所以可能有些工作机会就没了，这是对，嗯，很常遇到的事情。但我们的工作现在不是偶像，不算是只靠自己的外表赚钱，对，应该像是那种。嗯，该怎么讲呢？就是广告，上广告的那种，算是模特儿吗？那种人就是一定要，他们只会看外表嘛，所以他们的外表就是比我们还要更重要。嗯，对。啊，对对，打肉毒什么的，对对对。雷射除毛是不是要去很多次啊，才会慢慢变少？对，没错，不可能做一次就完全没有。全身脱毛って整形に入る？ね、私のあれだとは違う。保険が私の中だと保険が効くものは整形じゃないと思う。あ、保険って聞くのかな、分かんない。皮膚科でできるものは整形じゃない。だからほくろ取るとかは私の中だと整形じゃない。ただ本当に美容、なんだろう、見た目のためだ、分かんない、なんだろうね。歯の矯正も整形、私の中だと整形じゃないんだよね。だからまずメスを入れあの美容のためにメスを入れるやつは整形なんだけど、あとね、だからちょっとその辺も私もよく分かんなくて、なんかなんだって、ヒアルロン酸は違う、ボトックスとかその辺はどうなのみたいな、ちょっとよく分からない。查到上电视的人，那看得出来有做过医美吗？你说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哪一项？你说的是哪一项？雷射很贵吗？该三十？你说是哪个雷射？雷射除毛还好，没有很贵。是要看部位啦，像是全身的话就超贵。还好卢卡没近视。我今天才说，好羡慕你的眼睛，真的好好看，好羡慕。我以前眼睛超小，对，啊，但我没有动过，对，就是眼睛，其实我有贴双眼皮贴，对，我刚睡醒，然后没有化妆，真的没有很大，嗯，
什么样的花？以前是多久以前？我想一下，国中吧。我国中的时候眼睛是最小，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脸肿的关系。我就没有喜欢没有很大的，长大五官开张，眼睛也会变大。我觉得，哎，你们之前内双的人是不是长大后越来越变成就是外双？听说好像是眼皮往下的关系吗？对，我听说过很多以前内双的人越来越变成外双。你的眼睛真的好看，谢谢，开心。我好想问过好几次，卢卡最喜欢自己哪个五官？我都还好，啊，耳朵。我觉得刚睡醒，每个人都会水肿，很正常。国中还在成长期，不准，一直都是单眼皮。我是什么时候变成双？我想一下哦，我是高中三年级开始试试看用双眼皮贴，贴到现在。然后现在有时候没有贴也会，就是现在我左边已经变成双，可是右边有时候很累的时候，还是就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它又会变成很就是那个线没有很明显，对。但是开始有线是23还是24的时候，对。真的会长大，越来越会眼睛真的会变，嗯，没有耶，我还是那双哦，真的吗？还是你再长大之后？那你可能还不够老，我不知道。我从小戴眼镜就这样哦，其实也不错。我是内外向变成内向，所以你之前是单眼皮吗？对，我之前是，就是虽然单。但是有一点点线的那种，但是如果我没有认真，我发呆的时候就是完全是单。我好想要持续努力贴双眼皮贴，欸，我觉得可以用一用看，如果你真的想变的话，对，嗯，我想一下啊，其实 TP 蛮多人用双眼皮贴。只是每个人的眼睛本来就不太，有些人是内，本来是内双，然后想要再深一点，所以才会贴。而有些像我的话，就是有大小眼，所以才会两边都会贴这样。那你推荐男生贴吗？男生吗？看你想要什么样的。但是每天贴真的很麻烦，所以如果你当然不喜，如果你喜欢自己的眼睛就不用啊。变胖才会内双变啊？没有，变胖内双很容易变成单眼皮。对，有双眼皮还是要贴吗？可以贴，就是双眼皮贴，就是如果你本来有双眼皮的话，有些人把想要。可能也这边也想要酸一点，然后就是看人，反正双眼皮贴是可以把你自己的眼皮变成喜欢的状态。对，我贴是因为如果我没贴的话，我看起来完全没什么精神。我会用，但我没有成功变单双眼皮。哦，你是用双面的还是单面的？像是我，如果我用单面的话，完全没有意义，就是感觉眼皮上有一个贴纸而已。对，所以我的话一定会用双面。卢卡今天要开多久？我开2小时。现在有液体，我以前用液体，可是那个流汗就很容易掉，所以我比较习惯用贴纸。对，
而且一体的会很容易把你的 眼皮的那个皮肤就是破皮啊什么的，嗯，一体我不会推荐，对，而且那个一体蛮刺激，就是贴一贴，就是贴一贴，然后有时候会就是觉得很刺，然后如果不小心粘错了，要卸掉非常的麻烦。只是贴纸的话就这样就结束了。Luca 有算卧蚕的人，你说这里吗？这边吗？还是这里？我是用双面，我跟你一样，单面完全没有用。我懂，我懂，我单面真的没有用。你们跳舞都会爆汗，对，会滴到眼里、眼睛里，不会弄到眼睛吗？不，应该不会。卸掉会把底妆卸掉，对。你现在有贴吗？可以近一点点看吗？我给你看左边，我有贴啊。这样看得出来吗？其实这样就还好，只是我一直闭眼睛，可能就比较明显。对，但是我们一般女生不太会跟别人说我有贴这样，只是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可是你用的很自然，我洗，因为我已经用了几年了，我已经用了八年了，嗯。握手会才看得出来，应该都会看得出来，只是，其实我只是想近一点。哦，这边其实快有点明显，但没关系。我下次握手会给你看我的。哦，好啊，好啊。我想看别人都用哪一家的。眼睛下面我没有啊，我这个是用画的，我没画这个眼，我的眼睛看起来真的变成超小。不要不要帮你们卸妆看看。可是要怎么卸？我去拿一下棉花棒。可是我，可是我等一下做这个，你们有兴趣吗？感觉卸妆，我们也会觉得还是很好看，希望。可是20岁的那张眼睛也超级好看，20岁那张吗？哦，那就好。什么有兴趣？你们对偶像的卸妆有兴趣吗？啊，我现在看这里。看一下哦，再有吧。你做什么我都有兴趣。哎，还是有一点点。等一下哦。こうしてみると小春ちゃんに似てる？わかんない。だんだん。还是有一点点。可是我怎么印象都是没有。这样嘞？你们觉得有差吗？怎么还是有一点点？你看，卸不了。
笑的时候应该每个女生都会有。我是只有笑的时候有。我这边卸掉了，好像怎么办？还是我本来就有？哎，欸，ちょっと待って。这样看看，啊，这样比较明显。好啦，本来有一点点，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平常都会画。但我不是非常明显的人。好，这样就有差吧。可能近一点点才看得出来。おかしいな。おかしいな。まあいいや。哎，好了，还是这边比较浓呢。其实不讲我会看不出来。啊，我平常化妆前，我平常开播前都还蛮认真的化妆，还是其实没什么用。对，我平常用这个先画一下白白的，这样有点看不太出来。还有这个，哎呀。我用这个白白的地方，白白的，然后画这里。然后用亮亮，这边画一下好了。可能舞台上需要比较明显，画出来就还好。啊，对，舞台上真的会需要画浓一点。啊，这边画不小心画浓了。然后用这个笔，这是我去日本买的，就是专门画下面的。对，哦，这样还是有差啦，这边是有画，这边没画。这样就有差啊，对，这样就有差了。然后要画的时候一定要这样笑，然后再画一点，对，好。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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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很棒。对比起来还是有差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光灯在上面，所以因为光是这样嘛，所以可能比较都会有那个影。Luca 的眼线是不是很少画得很夸张？我以前是画得很夸张，只是最近眼线的水快没了，所以我没有画很长。我应该会画到这里。对，对。然后我的眼睛是偏往下的，所以画眼线的时候尽量画往上。居然是因为快没了。对，卢卡以眼影都用红色，现在其实也是偏红的咖啡色。嗯，我有同款眼线笔哦，同款吗？这支还蛮好用，就是就算哭也不太会掉。哎，这场现在我的直播间是不是只有妮妮是女生？所以其实跟你们讲这个好像没什么用。Luca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涂很红，涂红色。我看一下是哪一个眼影。不在这边吗？对，我以前用的眼影不是这个。你们卸妆都要防水吗？不然流汗不就没了？啊，不是，你们妆都要防水吗？我只有眼睛是防水，其他都不是防水。哦，有女生欸，嗨，大家都略有了解。
对呀、啊，好厉害。只是我的妆，我发现我的，我平常化妆用的都不是什么贵的东西，像我记得这个我在虾皮买，没有很贵，好像不到50块的样子，总不能直男一辈子吧？嗨，牛牛晚安。对，这个就偏贵而已，其他真的没有很贵。化妆话题以前怡真常常聊，可是他也没什么在化妆啊，他用的妆化妆品都很贵，只是他很少用。我觉得除了粉底液以外，化妆品不一定要贵才会。哎、欸，对对，没错，真的，底妆跟粉底用的可能要贵一点，其他我觉得可以不用很贵。其实这个也不贵啦，说实话，这个对你们来说应该还好，这个就多少300-400吗？嗯，化妆品的价值是建立在画的人的美。但说实话，其实这个的咖啡色跟贵的咖啡色到底差在哪里？可能就是贵的比较不太会脱妆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嗯，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差，都是咖啡色、啊。想要请卢卡祝我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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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看一下哦，杜洋洋吗？生日快乐！社员聊我吹棒就这样聊，色号不一样，所以他才会去卖成员。对呀、啊，长得好看，怎么样画的都好看，差在原料不同。卢卡平常用的化妆品中，哪一个最贵？我看一下。口红吧，嗯，应该是口红。底妆我现在没有用很贵的，我在开播的时候我不会用很贵的底妆。对，我也好想买贵的底妆，只是我不知道要买什么。香水最贵吧，嗯，对。看一下口红，算口红，嗯，应该是口红。原来口红最贵吗？哦，对，迪奥的口红，可是我现在不是用迪奥。还有什么底妆？我现在用这个，我在虾皮上，好，它现在是99块买的，而且是大陆的。这个应该是喷在身体呀、啊，然后就是变白白的，对。我不确定对皮肤会不会很好，但就你皮肤 OK 就 OK。 对对对对对，反正用这个会变白一点。嗯，对呀、啊，超便宜的，你敢用？你这真的你皮肤好才可以这样，还好你不会过敏。嗯，我反而用贵的什么化妆液吗？哎，那个叫什么化妆水才会过敏。看来卢卡没有敏感性皮肤，皮肤不好喷下去，喷上去会过敏，贵的才会过敏。我也有过敏过呀，说实话，嗯，只是好像是要看情况，就可能很累的时候喷一喷，发现哦有过敏这样，因为天然的成分。你刚好过敏，这是你对，还是你对价钱过敏？本来还想说卢卡都用什么保养品，保养品我是用个，我是用哈东米给你们看，我只有用这两个，很便宜。对，
是我的章法老师跟我说我保湿的好像不太够，这是99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是99。两个是什么？哈多木伊是什么？薏仁化妆水，对，很大瓶。反正就是妆法老师跟我说，我的保湿可能，我的皮肤偏干，所以我的保湿不够。对，日本人不是很常用 DHC，DHC 很贵啊。另一个也是薏仁。一个是这种，这是化妆水，然后这个是 gel 的中文我不知道，那罐还蛮常看到，我印象中很大罐，都一起用吗？先用这个，然后再用这个，可以买买看吧，我是精华，保养很便宜，有很多哦，真的、哦，好，我先。放回去。其实粉底那种东西，还是我平常不太会用，不太会用是因为，就是会很伤身体，所以就是，可能是公演啊，上节目的时候才会涂。对盛宇来说是评价，就公演前一定要敷面膜，这样妆法老师好上妆哦。对对，没错，好臭哦，对人气真的不行，我一定要好好洗，不然真的很臭。居然不用，要还是要啦，因为我皮肤偏黄，对。主要最主要是我没有用粉底，看起来很素，因为没洗浴完，对，你这样房间内的空气啊，谢谢帅的啾啾你，那我开一下窗户，对，现在觉得好臭，ごめんね、臭かったね、ぽんちゃんね，哎，剩13分钟。你之前不是说握手会还会保养手哦？会啊，手的话还是会涂东西，因为我手很干。我原本想跟你们一起玩那个拼地测验，我拿一下那个电脑。我的电脑嘞？我刚不是带过来吗？ぽんちゃん、私の知らない知らない、ごめんね、やれやれ、ふい、相反没有，是中文广告的那个测验，我之前阿布散有上的，冷气要注意有没有发霉对身体不好，我觉得有耶，可是我明天有公演，今天应该没办法洗，等我一下哦，我还在登录。谢谢博成的文手礼，现在都吹掉了，没问题的。走开啦，哟！Punchin Fried Chicken。明日公演なんですよ、そうなんですよ。頑張んなきゃ。等我一下哦，お出ましになったね。そろそろ行く。またね。またね。また来てね。我要去上班了，好累。加油！谢谢博成的好多玫瑰。等一下哦 ，Secret Mode 是哪一个？不会用电脑。啊嘞，这个是不是不能用？
可以的可以的。走开走开本ちゃん走开啦。ほい今日もかわいいね。ああかわいいね。等我一下哦，我要找 YouTube。不胖的橘猫，对吧？碰奖一点都不胖。是要玩之前那个听广告吗？你要查库那个车？对对对，最近有，这几天好像有出新的，九天前吗？但我就是故意没看，我想说跟你们一起玩，连台湾人都听不懂的台湾中文，来吧。我调一下音量，有点小声，好像没办法。一下哦。九天仙女也有吗？我不知道。应该是这边。这里。你在台湾有没有一些你就在外面有点听不懂的中文？我这七年听不懂的是那个语音信箱，你们完全听得懂吗？语音信箱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外国人听不懂语音信箱在讲什么。我也听不懂，说实话。你拨的电话什么什么什么，洛杉矶开始现在那个那个到底在讲什么？你拨的电话。没有人接吗？他说什么？你拨的电话，你拨的电话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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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通声后开始计费，这是什么意思？嘟声，嘟是什么意思？已转接之语音信箱，现在暂时无法接听。嘟声。会发出一个嘟的声音，所以他们嘟的声音就是嘟声哦，笑死！你拨了电话，对方没接，哎，我不知道。你拨了电话，行，嘟声后开始自费，就是讲完话之后他就会嘟，你就留言这样，嘟声就是嘟一声开始收费，好，原来是真的是嘟声。好，因为我们看留言。然后这次台湾人也一起。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十八年的芊芊，算是你们的学妹。欢迎！然后现在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终于，什么意思？最安静。大家不要跟我说我是这部影片最安静。等一下，我先查一下，我没有登录。我自己不用比嘛，下次我听过有人跟他一起发的嘟的声音，可以比一下，因为现在这样子看不太出来，声比较高。嘟，我现在不是嘟嘴的声音。谁会搞错？有吗？声比较高，声比较高，好像一样哎。加油！哦，那是健身好了。等一下，等一下。可以。为什么我们是分开的？我好紧了。一题靠近很靠近，真的不算做的问题。我喜欢。第一题。一个罐头的广告。可以吧？你们听得懂吗？再一次。一个罐头的广告。听得懂吗？我完全听不懂。
我的电脑声音太小声吗？我另外播播，我另外播好了。爱滋味尾，爱滋味尾鱼片，鲜鲜鲜鲜嘿。本土台湾人也听不懂，那个。等一下，我这个比较大声。可以再来一次吗？妈妈。来来来。哎，有没有？有，你们给我看。等一下哦。好，可以了，可以了。妈妈。再听一次吗？妈妈。妈妈。我还想有，还想有，还想有。为什么他们听得懂？我真的听不懂。One more, two more, yeah! 爱滋味尾鱼片，选项性。好，我先写好了。爱滋味尾鱼片。好，我先这样写，然后再看看，我再听一次哈。有有吗？有吗？有、欸、有没有？有，你们不要看。真是的，对，我的在哪呢？啊！吃完了一片，小白的旁边。哎呀！清楚哎，哎，等下等下，木头先摆住。我真的不知道。对，花小。好，我要猜了。爱滋味尾鱼片，总算真方便。有有没有？有，你们不有？应该是错的，但我再看一下。我答对了。这是我反应太快了，大家。定格，定格。哎，那我原来就没动过来了吗 ？Man, this is fuck, man！ 怎么可以身份都没改？什么？身份都没改？还没。你们两个可以离开了，我第三名了，我没关系，我第三名好了。我第一次来前面。到底在哪呢？真的很难呢、欸。这个我要。就是小小朋友的那个声音，我完全听不懂。这样吗？不行，我的耳朵真的只能听成这样。但是如果你打错的话，我超丢脸的。哎，我刚好超有自信的。而且我刚刚看你口型，好像有点不对。好的。爱滋味尾鱼片。三二一。餐餐，肉块走开。没有人答对耶。哦，连台湾人都答错。Yes。这意思就是真的很难。但是早餐真方便。哦、早餐真方便。哦、不算喽、哦。那我说早餐方便。早餐真方便。哪里啊？拍的是他也有分数哎、欸。你是大玩狼，你是小玩狼，大玩狼。早餐真方便。哎、啊，差一个字哎、欸，怎么会这样？啊，没有。这是以前的。哎，这个广告其实我没看过。哎，那我这样子有算吗？拿给我们机会拿到。还好没有分。早餐很清楚，有吗？真的？下一题是周杰伦拍的一个广告。周杰伦，周杰伦超难哎，这蛮简单的。没有看过。我跟你说，因为他的歌只要没有看歌词都听不懂。哎，但是我爱周杰伦啊。哦，好像有机会哦。好，看，哎，拍手。青少年发声，该你秀了。啊？啊？一个字。这个有四个字，四个字是台语吗？不是，不是，这是中文。再一次，再一次啊！再一次。是中文吗？好好好，看，哎，拍手。青少年发声，该你秀了。有了吧，有了有了，这是台语吧？我真的听不懂，怎么办？是有一点点英文的感觉，没有很难，真的很简单。要再听一次吗？我去听，好来来，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当一百次没关系啊。好，看，哎，拍手，青少年发声，该你秀了。怎么办？我真的听不懂。青少年发声，跟你去了。
好吧，就这样吧。我真的听不懂。青少年，他说什么？青少年？我前面也没有听很清楚。继续的，一群红发穿。等一下哦，这是什么？我没有一个字听得懂，怎么会这样子？啊，等一下，我再写啊！哎，等一下，看起来有点。翻时间降十二个。我们看到哪里了？怎么突然跳过？这里好了。啊！变成之外。不是在。哦，好了。哎，什么意思啊？哎，拍手。这里啊。青少年发声，该你秀了。哎，不好意思啊。好。我听成青少年什么青少年什么跟你 share 他说 share 的中文是什么他刚刚有 share 吗所以我最后乱猜跟你说了原来是该你秀了秀是对吼、哦、秀是中文share 青少年我不知道、啊、跟你 share 了就跟你告诉你了的那种感觉嗯结果不是跟你 show 了可恶还有下一个啦我真的我现在连一题都没有哇终于对手了秀了一半秀什么秀了秀什么秀了开始秀了对秀了哦不是休息哦下一个、你可以休息了啦你可以休息了快谁拿来这个会蛮快出现哦这是小 S 代言的一个广告 OK 小 S 乱象这个像我们来的时候乱搞你的良心在哪里啊等一下我没听到有十二个字十二个字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机会我们五个字都错了十二个再一次小 S 拜托比较清楚一点这是一个卫生笑死了、oh, 黑龙有那个特效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啊对哦我们没有用过呢有帮助了他现在就去质问他老公怎么样好再听着 OK 卫生棉我是女生那个来了乱象这个像我们来的时候乱搞你的良心在哪里超难好快最难的我来过这边的最难的从开始到现在哇、欸、有点像十八禁哎对吗加了 OK 其实 OK 我要过去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顺便祈祷一下好再走乱象这个像我们来的时候乱搞你的良心在哪里大师等一下我的笔没水了这个蛮简单真的吗我只听得懂在搞还是他说乱搞我真的只听得懂在搞不是不是在我什么在我不在的时候什么不在的时候在搞为什么有这么多在不在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这也只有八个字啊，很怪耶！再听一次，八个字。没有。哦。等一下，那我留在这里好了。有什么？有什么？我要听。有机会哦，好，再一次哦。再一次。乱象，这个像我们来的时候乱搞，你的良心在哪里？听成那个来耶我有听错吗什么称我不是不在等一下哦我写一下是称吗还是在应该是可是我不知道称的那个称是怎么写称我那个来的之后是乱搞是烂在搞
我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怎么办？还是只有十个？算了。哇！哎、欸，我都听不懂了。前面超虎的哎、欸。好，那我就可以公布答案了。我就再听也没有用。好， okay、来吧。啊！等等等等，我在写，我在写，哎，我在写，哎。我觉得我的念起来很合理，但是字面上看起来有点。你有十二个字吗？有十二个字。我只有十个字，怎么办？他怎么可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十二个字。到底？这是可以播的广告吗？好，没关系，自动答错，我们喜欢的，我们觉得好笑。所以答案是什么呢？Hello， 你要先小锁吗？你在辛苦吗？好，我们来看看。我好期待。三、二、一。再等一下。哇！哦哇！等一下，我先说，我要解释一下，我要解释。啊，他说乱搞，我真的在说乱搞。超准，不是吗？没有人记得对不对？是是。没有一个人记得。哎，可是。你看，连台湾人都听不清楚，为什么你们都听得清楚？没有，答案是竟敢测我。竟敢测啊！我没有听成竟敢，竟然敢测测吗？还是正？这怎么念啊？趁我那个来的时候乱 搞 ，Oh my god， 好难！混账！竟然趁我们来的时候乱搞，你的良心在哪里？不行不行，这对日本人来说太难了，真的太……你们真的听得清楚吗？这个台湾人都听不清楚，你们为什么听得清楚？乱搞哎、欸，只有乱搞而已。真的假的？那给我一份吗？好，那我应该是前面两个字跟后面两个字是错的，对吧？竟敢跟再搞，应该是乱搞。我都听成竟然趁我不在的时候乱搞，对啊，很难很难，对不对？哇！好，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最后一题好了，时间到了。那这个大家不要以为是我念，所以我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在念稿的时候，其实我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东西。而且我中路两次，因为他们一定不懂。好，来喽。芋泥肉松化尔滋，绵密芋泥搭配咸香肉松，啊，香气超绝配。大哥，我不知道汉字，我只听得懂芋泥。绵密，干了，绵什么芋泥？然后圈，再一次，你们听得清楚吗？怎么那么厉害？我真的不行。你到底在讲什么？我这样都很清楚哎、欸。哦，很清楚、啊，是这个男生讲的。不难，我也觉得。难怪他知道。我好不舒服。我也觉得，还是我也觉得。等一下。好，再听一次哦。芋泥肉松化尔滋。绵密芋泥搭配咸香肉松，超混搭香气超绝配。我中文真好。绵密芋泥搭配什么香松？就完蛋了。应该是吧。完蛋了。搭配什么香？香松的松是怎么写？你不要。绵密应该是绵密。OK， 大家准备好了吗？绵密。三。等一下，为什么他们这样？绵密，我要再听一次。而且我中路两次，因为他们一定不懂。芋泥肉松化尔滋，绵密芋泥搭配咸香肉松，混搭香气超绝配。欸、大哥，好搭配配，哎、欸，鲜，他说咸香，应该是鲜香吧？肉松，松应该是这个。哎、欸，等一下哦，松怎么？松怎么写？长，怎么办？肉松的松我不知道怎么写。对，应该是这样。是这样吗？一二三。你到底在讲什么？绵密芋泥搭配鲜香肉松。哇，超清楚的。我也觉得，你这样讲很清楚。芋泥肉松化尔滋，绵密芋泥搭配咸香肉松，混搭香气超。不舒服。好，我要看答案。一二三。绵密芋泥搭配咸香肉松。
是对吗？是的。等一下，中间为什么他错了？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我那个先打错了。Oh my god！ 我跟他做一模一样的错。错嘛，对不对？对。哎，真的。连站台对了。对啊，连他都对了。老板。弦哦，是哪个弦？是那个弦，他自己错，然后我也错了一模一样的错。弦翔，对他自己说弦翔，我以为是他讲错。弦怎么写？咸酥鸡的咸。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咸哦。咸香港，咸香肉松，好吧。所以今天呢，我连一题都没办法答对，可恶！可恶！我以为这题我可以拿到分数，可恶！没有，时间差不多了啦，已经2小时10分钟，我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就继续考自己。哎，中文真的好难。好，先这样吧。那等我一下哦，我的盖子呢？有了。明天公演加油。对，好紧张哦，突然开始紧张了。这对你来说比上次的难？对，我刚刚考的好像都是比较不不不不的那种，加很快。我要念版咯，今天的第一名。啊，第十名，看一下今天的第十名是雷军，谢谢雷坤。第九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八名是妮妮，谢谢妮妮。第七名是吐司，谢谢吐司。第六名是佳丽桑，谢谢佳丽桑。第五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四名是 M 先生，谢谢 M 先生。第三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二名是阿比，谢谢阿比。然后第一名是现场不在的强哥，谢谢。那大家早点休息哦，明天公演见。明天公演是晚上哦，是哦。我收到活动被取不成功的信，我被活动是什么活动？哦，你说那个吗？收内那个吗？公演加油，晚安。6月12号，甜甜圈有人。成功吗？有人争取还是被取成功的吗？还是是不是到时候都是别人的粉丝？我没有意义，不知道，问笑笑，没有吧？甜甜圈没有，哭哭，好难过、哦。对，运气问题，没事。除了笑笑比较有可能，现在知道的都不是甜甜圈。我听到的消息是数字君巨多，甜甜圈零，好难过、哦。我也需要安慰。啊，没事啦，之后有机会。所以这次也是看会员票吗？还是一人一个资格？所以是会员票，有会员数量哦，了解。会员序号，看会员多少，几个会员就可以抽几次。OK， 可以理解了。那就对啊，机会可能比较少，没关系啊。就公演见吧，礼拜五跟礼拜天，拜拜，晚安，早点休息哦，晚安。